你叫什么来着？肉饼。知更鸟从不做坏事，只为有些人不称。你是怎么知道我名字含义的？那欠肉饼一个礼物，可你这没写名字啊，我以后找谁要？名字。你想叫什么？那我们一起给你想一个吧。你们俩不要再交头接耳了，参与一下集体活动好吗？还有你，不要再躺着了，过来活跃一下气氛。行，不回算了。来，我们每人写一下。我得缓一下。谁起的？臭彪，你喜欢吗？嗯，就这个吧。哦，对了，这是什么？等等等！天哪！怎么样，你喜欢吗？虽然平时呢，你总欺负、抓我、挠我，还总抢我的沙发，但从今天开始，你就要对我好一点，知道了吗？快，上去！哦，他还喜欢！哎呀呀呀！来吧。让我们纪念一下，过来。三二一，再来一张吧。此时此刻多美好，纪念一下就够了。多拍几张又没事。浪费相纸。相纸不就是用来拍照的吗？贵呀。为什么？我买。行，那你先去买，买完我再给你拍。你先拍啊，我现在上哪儿去买？那我不管，买了再给你拍。喂，